ground shake.好了，我们今天改装这台飞机呢，它叫做，好像是 V65 吧，对 ，V65 莫洛托克470几万了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在这里啊。这个护具就不用多说了嘛，对不对？直接升级到非常的满。OK， 这个用雷达干扰片好了。副油箱是可以飞比较远吗？还是比较笨重的感觉 ？OK， 这是我的观众。操控的部分用竞速吧，都用最好的。那其实这个涂装就很好看了。红黑色金属，这台车有这台飞机有点像苏联的飞机。奇怪，深色好看还是银色好看？应该是哦，直接飞了，发射子弹，飞弹。确定是哪里？脚下下次开红色飞机，粉红色飞机，好啊好啊。这个是好像是油箱跟飞弹，是不是有看到那个？这台应该是没有空投吧？我先回去好了。不行，这次是一定要安全降落，对不对？可是遇到屁孩就很难讲。有啊有啊，跟他是朋友啊，当然是要捧场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准备要降落，准备要降落啊！这台小飞机慢慢的应该是还好了，是不是安全的降落了？